对，但是小说我告诉你啊，是这个希望，是这个安心，是这个乐意。你刚刚这里、个，当我现在的无人政府，敢不敢将希望的小说去死啊？起码我这两家小说，伊讲不爱叫他安心，不爱叫他乐意，你叫他人民叫他失望，叫他绝望，那你政府一直讲。被荷兰安息到的，咱也未安息到的，贸易上去输的，咱的政府讲要转型正义，变得不公不义，这个国家跨边啊，为啥跨边？作为政客，无依照法定的形式，政府法的、大法的，中华五十年，这五十年前搞代志，无代志啊，进前民进党嘛收，周星宇团长啊。有两个团长伫比较特别用的，中华关的团长啊，为什么为民族的利益上？我台湾公干，我就了解台湾。阮台湾只要一个小点，大家就足认真，头家嘛就舍得花钱来改善设备，把迄个污染来降低，噪音来降低，会惊大家舆论一直停留伫台湾。四十几年前，迄、那个初期迄、那个印象来甲阮批评，即摆请大家。记者先生，大家知名，去台湾去行看卖，敢有味？无味啊！一个国家无法令，这个国家就翘起啊！地方廉价中央，会惊事业不足惜，这个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站得住。小英总统当地台北立功，伊永远徛伫劳工这边。中华管政府为民顾，敢有安尼做？